这个你这样子把它剥开，它就松掉了。松掉 ，OK， 好。然后你就是你要把它放好，譬如我现在把它弄回去哈。这个是这样子。你这个回去，这样装起来，再等一下哈，这个先把它锁起来。锁起 ，OK。这个要锁起来嘛哈。啊，这个，这个要扣上去。这个要这样扣。啊，这个一定要把它放下来。这是一个安全扣，安全扣，对，嗨。安全扣，这个一定要，你再取掉，一定要放这个。OK， 嗨。放的话，它会开掉，危险，会摔倒。哦，啊，这个是这样子，这个它，你现在已经开了嘛，对不对？ Yeah。 啊，你要把这个。这里不是有一丝吗？哈，哎，啊，这个插进去，插进去，对对对，哎，插进去以后，啊，你这个把它翻正，翻正以后看一下有没有正，正 ，OK， 哎，啊，你就把这个抓到一个位置，啊，把这个锁起来，啊 ，OK， 就这个，把它锁紧，这个可能这个螺丝松掉了，松掉 ，OK， 哎，是这样子，啊 ，OK。